第十八题，消防队员在灭火时将水喷成细雾状，最主要是为了下列何种原因？选项 A 说的降低水的温度，选项 B 说的降低水的燃点，选项 C 说的降低水管中喷射而出的水柱压力，显然都是错的。只有选项 D 增加水与周遭环境的接触面积是对的。喷人细雾状就如同上课教的把东西切碎一样，会增加它与周遭环境的接触面积。而为什么要喷成细雾状增加接触面积呢？是因为喷成细雾状的时候，水就更容易变成水蒸气，水变成水蒸气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，于是就会把周遭环境的温度降低，降到燃点以下，就达到灭火的效果。这个说明在以前考机测的题目中有叙述过。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最主要是为了下列何种原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 增加水与周遭环境的接触面积。